二十三节，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找到没？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找到咱们一同来读。一、二，你是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这习惯邪恶的，便能行善了。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交通自救法和被救法。为什么神强调，神强调救法，不强调自救法？为什么神会强调这件事呢？因为神今天要救人。原来在旧约里头，很多的人自救都没救了，对不对？都失败了。以色列整个会众想自己自救，都倒闭在旷野。上帝从起初就在一步一步在漠视，从亚当堕落了，上帝就在漠视人，靠着自己的血肉膀臂没办法自救，唯独神救亚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上帝也在漠视，靠着自己的血肉膀臂没有办法自救，受法老的辖制，成为埃及王的奴仆。今天上帝把以色列领出旷野，今天照样在我们中间也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强调教我们自己不要靠着自救法，要靠着信主之法，不要靠立功之法。等一会儿咱们再查这些经，关乎这些经文啊。为什么神要强调救法，不强调自救法？神强调救法是因为人救不了自己，对不对？神强调救法是要叫人们知道，他自己发明出来的救恩是最牢靠、最可靠的救恩。我们要依靠他的救恩，不要靠自己的方法。这条方法、这条路是耶稣开的，那你今天必须走耶稣给你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进天国，否则其他的路呢都是堵死的，那些路都走不了。好，咱们看这段经文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一个人已经习惯行恶，习惯的。那什么是习惯呢？习惯呢？什么是习惯呢？我做这件事情，我已经是习惯的做这件事情，下回还做。在箴言书有这样一句话说：愚昧人行事，行了又行，已经习惯了，不让他去行，他还是要行，因为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这样一个习惯的，已经在那里面形成了这种，已经形成了这种一种什么呢？一种瘾了，或者是一种什么，一种没有办法更改的、没有办法改变的这种习俗了。已经在这种习俗里头已经经常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呢，他就习惯了别人瘸他就跟着学瘸，这瘸来学去呢，他就成为瘸子了。别人看他自己看不见他瘸，他实际上别人一看他就踮脚，他就是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他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一走到那他肯定有一条腿是显得很短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习惯行恶的也是，人不能把习惯丢掉，不能把习惯丢掉。那今天你所犯的罪你也丢不掉，你信不信呢？比如说有的人口头语，一讲话前半先带个啊，就这句话啊。我们这地方有一个一讲话呢，他的嘴里头那舌头先在里头先打秃噜，先打一圈秃噜之后再说话，每一次说话都前面都带这个唠叨，他的习惯了，就是你这么久说话怎么带着里边带一个大秃噜呢？完了叫他改，怎么改也憋不住，对不对？也拔不了这个习惯。还有一种人就是磕巴。啊，磕巴的人，他说话磕巴，但是他唱歌不磕巴，你信不信呢？磕巴人唱歌说他不磕巴，我们那就有一个，就是唱歌唱得很好的，但是就是一说话就磕巴，一说话，蛤蟆他不叫蛤蟆，他叫，
蛤蟆，使了很大劲儿，蛤蟆，本来就是蛤蟆嘛，我们叫蛤蟆，他叫啊，蛤蟆半天，最后一个妈，对不对？已经形成习惯了，他想改变自己的磕巴，容不容易啊？他不容易，口里就有毛病，对不对？那口齿就有毛病的，他想要改变没办法改变，所以他每次说话的时候他很不流利的说一句话，把他憋得够呛，把手夹住了呢，好不容易说夹夹夹，等他说完夹的手也夹扁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人？有。能不能改变自己呢？那个习惯它已经是形成习惯了，对不对？已经是他本性中间的生命中间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就像一个犯罪的人，他已经在他整个的心里已经形成习惯了，他不得不犯罪，对不对？所以这里边说什么报体能改变斑点，斑点是在哪儿？这斑点在哪儿啊？五十人其实改变皮肤呢，是不是？是不是？皮肤啊，皮肤啊，豹的皮肤，豹的斑点不能改变，五十人的皮肤也不能改变，这两个不能改变，这两个外面的，是不是？皮肤是不是外面的？你把那个黑人，你把他五十人就是黑人，你把那。把它割破了，血和你的血是一样的，肉和你的肉的颜色是一样的，就什么不一样？皮不一样，对不对？它没有什么两样，豹也是，外面里面的肉都是一样的，但是外面的毛有斑点，这是上帝给他的。他怎么改变？你想强调他，让他改变了，他没办法改变。所以这里面说，豹其实改变就是外表的或者外在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那么我们现在习惯行恶是在内里的生命中间的，是这本身这个本性中间的东西能不能改变了？能不能改变？肉体里的邪情私欲能不能改变了？邪情私欲能不能改？邪情私欲它自己就蹦出来了，你信不信？它自己往外跳，根本就不是人故意让自己跳出来邪情私欲，这个邪情私欲怎么改？上帝告诉你，无力去改，无力自拔，无力自救，三个无力啊！一个是无力自改，第二是什么？无力自救，第三是无力。自拔，对不对？无力自拔，你拔不出来的，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就像你知道，古时人黑人他永远是黑的，使劲抹粉，使劲抹霜，最后外面是白的，就像倭瓜，秋天的倭瓜，这马上要入冬那个倭瓜上了一层霜一样，对不对？这层霜呢，就只不过在外面挂了一层，但是里面还是什么黑的，在黑里透霜。怎么改变？他自己抹出来的，对不对？他不是原本那种白，对不对？那为什么人还要改？还要自改？你本性的中间那种东西改不了，是不是？你外在的东西改不了，你本性中间照样改不了。这就给你一个上帝给你看，有人说命有八尺难求一丈，你就这么高的个儿，你使劲来穿高跟鞋，你怎么穿高跟鞋你也升不高，你穿高跟鞋了和你那个身体还不协调，你信不信呢？还不协调，所以就叫你看见了。上帝告诉你，我就这么给你造的，你就没办法改变你自己。脸大的人不能变脸小，脸小的人也不能变脸大，你信不信呢？眼珠大的人，你想这样变眼珠小不可能，进了你那个眼眶就掉了，信不信？眼珠小的人是不是啊？你本身你要安个大眼珠也安不进去，你眼眶就那么大，对不对？
你想让他大，他大不了，对不对？那嘴大的人和嘴小的人都不一样，是不是啊？那牙大的人和牙小的人也不一样，腿长的人和腿短的人不一样。上帝就叫你看见，上帝命定了你，你就没有办法改变。说神使为弯曲的，怎能变直呢？神叫你弯曲，你怎么变直呢？有的人他这一秉性就是什么？他这个秉性就是什么？反复无常的人，天生的。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生出来，他就天生出这种性情，反复无常的。所以圣经说，反复无常的人不要与他结交，本身他的本性就是这种的，对不对？反复无常的，今天在这好，明天看那好，今天看着东风硬就随着东风，明天看着西风硬就随着西风了，他自己没有定见了，对不对？就是这种，就是信耶稣信两天半就完了，那个心又在摇动了，对不对？这就表明他的心本身本性中间就有这种因素的嘛。所以上帝说，外在的东西，人无力自改，人无力自拔，人无力自救，最后又一个人无力自洁，无力自洁，是不是咱们讲到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人无力自洁，原因是在约伯记里说，富人生的怎能洁净？你看他的本性，谁生的？谁生的像谁？所以神用一种另外一种生的方法，是吧？人不能改变自己，上帝给你生一个，把那个不能改变的生命，你给他埋葬起来。你听懂什么话？什么意思了吗？神救人的方法是这么救的，救亚当也是这么救的，对不对？废掉扫罗王做王，立大卫王做王，这叫废掉旧王，立树立新王，对不对？废掉亚当这个属肉体的生命，给他建立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变，不然的话永远改变不了。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说，扫罗王他为什么祷告也认罪了，神为什么不赦，继续废掉他做王？神废掉他做王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什么认罪呢？他是个大肉体的王，对不对？大肉体的王是战败不了仇敌的，在仇敌面前是失败的，就因一个格利亚把他吓得不敢出来了，是不是啊？胆怯不敢出来。我们今天通过查考主的话语就知道，我们今天不要靠自我的肉体，想要自救，自救这个方法是不对的。所以神要借着这一系列的例子叫我们来看，那些自救的想要救自己的必要丧不了生命，对不对？好，这里面在旧约创世纪里出现一个以实玛利和以撒，有一个将被什么赶出去？为什么被赶出去呢？以实玛利为什么要被赶出去？因为以实玛利代表属肉体的生命，必要被赶出去，对不对？对。以实玛利代表从血气生，从妇人生的，而以撒代表从应许生，从童真女生的，对不对？对。你听明白什么意思吗？啊，谁生的？啊，以实玛利谁生的？夏甲生的。夏甲在加拉太书说，夏甲生子为什么？为奴。什么是生子为奴呢？生下孩子就做奴仆，对不对啊？他是那根源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找根源。亚当因为根不正，所以他守不住上帝给他的恩典。扫罗王因为从血气生的，所以他守不住上帝给他的恩典。上帝给没给他做王？啊，给了吧？给他做王，守没守住这个王位？没有，没守住王位。因为原因是因为他是肉体做王。那么今天我给你看，以实玛利有没有长子的名分？有没有？他第一个生的，对不对？第一个生的得没得到长子名分？没有。最后被赶出去了。为什么被赶出去？因为他是谁生的？今天你看谁生的很关键。我问弟兄姊妹，现在你的属灵的生命谁生的？谁生的？你外面这个是谁造的？注意看呐，我这么一点就明白。一个是被生的，一个是被造的，对不对？被造的是用什么造的？土。材料是什么？土。土能不能变金呢？不能。啊？不能。能不能？不能。看清楚啊，一个是被造的，这个被造的生命
给他多好的恩典，给他多富有的东西，他都守不住，你信不信呢？天上有一个被造的堕落了，地上有个被造的堕落了。天上被造的就是路西弗，地上被造的就是亚当，两个被造的上帝都给他尊荣，给没给？给了。天上给什么了？天上给什么了？是不是在发火焰的宝石中间，上帝把他安置在那里头，他活在什么？上帝的富有中间，上帝把所有的富有都给他，给他能力，给他俊美，是不是？给他宝石在那里头，他坠落了，叫他活在安逸。被造的生命就是被造的生命，永远是什么生命呢？奴仆的生命，奴仆的生命，你给他抬举起来了，他也照样坠落。这就看在谁生的，亚当的生命是不是被造的？是。耶和华用什么造人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不对？就造成了亚当，亚当也是被造，天上的路西弗也是被造，灵界有一个被造，物质界有一个被造，这两个都坠落了。原因是因为他是什么？上帝要你看看，这个是被生的和被造的最关键的。那么今天我们这属灵的生命是被造的，是被生的？被生的，所以他就能守住。耶稣基督是被生的，上帝给他基督这个王位，他守没守住？守住了，守住了。你今天你那个重生的生命，上帝给你是儿子的名分，能不能守住？守住了。能不能失落？不能，永远不能失落的，对不对？对。就看你今天你是被生的被造，我今天没有这个生命，我就拿这个被造的生命使劲自改自救自拔，是不是？自己能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就这一个人改良改善，就改这一个人，能不能改了？改不了。我用被造的生命想改成被生的生命，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用被生的生命变成被造的生命，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这两个不能互变的，尊贵的和卑贱的不能互变的。尊贵的就是尊贵，从天上来的；卑贱的就是卑贱，从哪来的？从地上来的。卑贱从地上来的，属土的；尊贵从天上来的，属灵的。听懂了吗？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你就回到圣经里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的。凡被造的都是卑贱的，都是低级的，都是奴仆的，对不对？唯独呢被上帝生的。所以上帝怎么救人呢？在你未死以前，未离开肉体以前，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生的生命从谁生的？从谁生的？从谁生的？在你还没离开这个肉体以前，给你安装一个软件，就是天上的。你原来是属地的，属地的永远不能承受属天这个国度，对不对？所以给你安置一个软件里头，你还没等离开这个世界，给你安装一个属天的这个因素，把你里边装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属什么？属天的，听懂了吗？属天的才能承受属天的，属地的只能承受属地的。属地的亚当所生下的后代，所有的肉体都要跟亚当同去。亚当往哪里去？他要往哪里去？属肉体生的就往哪里去啊？往土里去。属天的耶稣基督升天了，凡属天的也都怎样？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3节往后说的，对不对？讲得很明白，这就说明神今天不要我们自救，你自救没有用的，你自救你还能给你自己造一个重生的生命吗？啊，能不能造一个从神生的生命？能不能？你不能，你就不能自救。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强调，为什么强调救法，不强调立功者。神要救我，不需要我们，你立功是换，对不对？换的上帝就不干，换的一样，换的说好换永生，看谁能换永生，谁做点好事就换取永生。神不是没叫以色列做好事，叫他守律法，把他律法规条给他颁布了，守没守住？没有。为什么守不住？以色列不是专业的吗？什么专业？守律法最专业。你手里把装不专业？不专业。你听懂什么叫专业的吗？你看那专业的打字员，你看不看到？五笔打字，那个那十个手指头它都能动上，对不对？你的业余手指头
这些业余的，那么这些专业的都没打好，你能不能打好？打不好，一定打不好，听懂了吗？你看那专业的射击手，飞碟啪啪一飞的，就飞碟一下把它打飞，中间有一个失误，中间有一个没打着的，对不对？失误了，对不对？专业的啪啪啪一下落着一个，没打着。那你这业余的根本就没有经过训练的，能不能百发百中？不能百发百中。那专业的手里把的以色列人被律法捆死在旷野中间，那你这业余的手里把能不能守得清楚明白呢？他们上帝就牺牲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叫他自己自救一把，看能不能救了自己，有没有救自己？没有。把全会众全部倒闭旷野，一个民族全部倒闭旷野，就是因为他们自救，就是因为他们自拔，就是因为他们自改，就是因为他们自洁，都倒闭旷野，没有一个洁净的，没有一个救了自己的，都死了，对不对？用他来警戒后来的世代人。我们今天看见他警戒了，哦，以色列人太凶了，也太屁了，怎么就没守住律法呢？那我守一守，你守你也照样。你信不信？他被咒诅了，你今天也照样被咒诅，因为他是专业的。他被守护就证明你也守护。亚当是无罪的，对不对？无罪的亚当一点罪都没有，守一条能守住？没守住啊！魔鬼他想方设法叫你守不住啊！魔鬼他是不睡觉不打盹，他想方设法就缠你。明明那果子本来不好吃，他魔鬼在那讲就是给你使了那个迷惑剂，那个迷魂剂就给你迷惑了，就告诉那树上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啊，且是可喜爱的，你吃吧，吃完你就有智慧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就在心里就迷惑，这时候他眼睛夏娃的眼睛就马上就明亮了，对不对？看见那树上果子可喜爱了，马上就喜欢，其实那树上果并不喜爱，并不招人爱，吃也不一定的味道就比别的果子好吃，而他就那么迷魂，你信不信呢？把你迷魂来迷魂去的，你就以为这是最好的，你把上帝不让你吃的不好的当成最好的，就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了。人今天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人有没有？有太多了。上帝不让你吃的是怕你知道善恶，魔鬼叫你吃是希望你知道善恶。今天上帝不让你守律法，是恐怕你知道你做罪，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对不对？人知罪了就得死啊，你听懂了吗？听懂。上帝不让你守律法，新约不让你守律法，旧约不让你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你还不懂什么意思吗？啊？上帝不让你自救，你还不懂，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起初给亚当就一条，后来给以色列颁布十条，后来在旷野才生命记里颁布了613条，你还不明白啥意思吗？一个没守住给10个，10个没守住给613个，你还不懂什么意思？一块石头没搬动给10块石头，10块石头没搬动给600多块石头，能不能搬动？累死你。是不是走路一酸的？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啊，1块石头500斤的石头你搬都没搬动，挪窝都没挪动，就给你5块，给你10块，500斤的石头你能不能搬动？你还不知道啥意思吗？有的人连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他不知道上帝是啥意思啊，这干什么呢？一块没给扔就给十块，就叫我守，那我得守住啊。所以摩西啊，凡你教了我们，我们都谨守遵行，是不是要靠谨守遵行来达到上帝的标准啊？是不是啊？你们说他们明不明白神的旨意？我明白。这里边所以在圣经就记载，这百姓心里迷糊，信不晓得，不晓得，对不对？人死在不晓得，在对救恩不晓得，对什么明白呢？对什么明白？说对罪特别敏感，人死在知罪上了，所以在旧约里，上帝不巴望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善恶，你就活定了；你要知道善恶，你就死定了。魔鬼想方设法的投机取巧。
是不是啊？想方设法昼夜不睡觉的诱惑你，教你知道什么叫善恶。你要知道善恶，你就死定了。这是魔鬼他长期的计划，从创世纪一直到末后时期，上帝不让你做什么，他就让你做什么，想方设法叫你违背上帝的旨意。你知道他的轨迹是什么吗？你要知道什么叫善恶了，不用他亲手杀你，你就死定了。你知道吗？在新约里，你要知道什么叫罪的，不用他亲手杀你，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对。你要知道什么叫罪的，这罪的工价就是死，魔鬼就是叫你死，上帝要叫你活。你要不知道罪，你就什么？这句话在哪里？在哪里？嗯。啊，罪活了，我死了；我活了，罪死了，在哪里？罗马书几章？七章几节？那这句话是最可，为什么上帝不愿意叫人自救呢？为什么我举出这么多的例子，亚当自救，扫罗自救，以色列自救，以扫自救，都没自救了，对不对？以色列整个会众要自救，都没自救，有一个民族都要自救，都倒闭旷野，就是要叫警戒我们后来的世代人，救我们不要再靠自救了，好不好？现在不要自救，这下可好了，得到耶稣宝血洗个没够啊。不说耶稣宝血能洗罪吗？这下得到耶稣宝血洗个没够，这又变成一种另外一种自救方法，用另外一种自救，叫弟兄姊妹天天用耶稣的宝血洗，一时洗不到了，你没洁净，因为圣经说要自洁嘛。还有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口中所见证的道，因此就拿这段经文就开始就大做文章的叫弟兄姊妹使劲用耶稣的宝血洗。你用宝血洗，他只有一次，你多洗了就变成轻慢耶稣，又中了撒旦另外所设的圈套了。你听懂了吗？又设计撒旦设了许多圈套，在这个圈套不行，你越过人，他用另外一个圈套，明着不行，暗着，暗着不行呢，他又在地里头埋着，就叫你踩上一个，你崩死你。你不明白啥意思吗？啊，这句话在哪里啊？罗马书第七章，七章，是不是啊？没有律法，罪怎么的？你注意看，咱们从第八节，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寒心在我里面发动的。那诫命来了，能不能不犯罪呢？不能犯罪，反而诫命来了，叫诸般的寒心在我里面变成动力了，对不对？活了，什么活了呢？所以我用那个上帝要今天处死那个人去守戒律讨神的喜欢，想挽回自己救活自己，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上回跟你讲，在我们那地方有叫二王，因为有叫二张的，你们都不知道这二王二张他都是特别了不起，校枪员，部队人，校枪员打枪特别厉害，你只要脑袋一伸，脑袋就给你掀掉，是吧？你只要露头的，那个公安局抓他，为什么死了500多人呢？他能使双枪的，两手打枪，你有多少人出来都没有用的，最后部队不出来都没办法绞杀他，就这么厉害，叫二王的，都是东北人。最后哥哥和弟弟他俩一个人拿两把枪，拿了带了身上带了1000多发子弹，你说谁能靠前吗？你根本就靠不了前，就想抓他，怎么抓也抓不着。到处是抓，那段时间你们不知道，二王一时间把整个中国都世界都震惊了，是不是？警察根本就到不了，不能靠你跟墙角那，你他在这边，你搁墙角那地方，你想瞄准，你根本都瞄准不了他。你刚一露头，他就知道，他啪也不看你，脑袋就掀盖了，就这么样，是不是？就这么样，这就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什么事情呢？你看，在整个这个救恩的路线，也叫你清清楚楚叫你看，这发动，这死在里头发动的，对不对？他是专业打枪的，你跟专业打枪的较量，那你只有死路一条。最后发动的部队在云南那个地方，还没等过云南那个地方，最后呢，机枪把他扫射死，就是动用了大量的部队来剿灭他，恐怕他逃到国外去，
逃到国外他就活了，但是没逃国外被打死了。但他临死前呢，他杀死了那么多人，500多人，还有2张，就是在我们这，他俩都不会打枪，没有一个会打枪的。但是那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枪支全部在那个，哪个单位都有枪支，保安科都有枪支。后来保安科的枪支全部都收缴到上边，除了武装部有枪，其他的地方不可以存枪。那么这2张呢，就因为工资的问题，涨工资没涨了。后来呢，他大哥，他上面小弟上他大哥家，把嫂子和孩子全部杀了，你跟我一起，把整个的丝绸厂把他灭了。丝绸的第三厂，丹东的丝绸第三厂出现这么了，上了保卫科，把那保卫科的那个守门杀死，完了用袋子装上，放在那个床底下，把机枪还有弹药，那里边都有机枪的，都有短枪有长枪的，拿搬上楼了。上楼正好是中午交接班的时候，丝绸厂都好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丝绸厂，正在交接班的时候，老大是堵着那个门口打，只要门口进来的人是最交接班的时候人是最多的，开始打。老二就是扫射这个院子里和那个整个的机房的女人。全部打死，最后呢用旗子一个一个的失手这个空间，他最后他俩一起喊一二，他俩对着你对枪对我，我对枪对你，一二啪一勾，他俩一起死，就这样，这都是辽宁出来的，这叫亡命徒，对不对？那么今天看着律法来的罪就活了，我就死了，没办法，就把这个律法来的罪就活了，我死，他就把你杀死了，你听懂了吗？你挑动了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挑动起来，把什么挑动起来？罪挑动起来，对不对？罪活了，我死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你看这，注意看这经文呢，你看这经，我经常查这段经文，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为什么咱们为什么不守律法呢？为什么不要自救呢？为什么不要靠立功之法苦待己身修炼呢？神今天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不要我们守律法自救了，要救我们靠着恩典，他救我，不用我自救，好不好？你看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啊，第8节，然而必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什么发动。下面说，因为没有罪，没有律法，什么是死的？你非得要守律法把罪挑活，你说你活不活该？你死的活该，生的渺小，死的活该，对不对？你怎么死的？你得知道我今天怎么死的。你要为主殉道的，死的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啊？有意义，因为你今天去靠守律法守不住犯罪的，天天舔着脸说我天天都犯罪，我天天都犯罪。你懂不懂什么叫犯罪啊？犯罪是因为违背律法，你为什么会违背律法？证明你去守律法，对不对？凡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的，对不对？这是定义，这是罪的定义。你是不是要去靠守律法没守住啊？没守住犯罪还舔脸说呢？谁让你去守的？这里边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去守律法把罪挑活了？是。你把罪挑活了，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这条路要不要走？靠守律法想要守为罪，正好是一条灭亡的路。想要靠守律法处理这个罪，我守住律法别犯罪，去达到无罪的那个目标，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一个亚当守一条，上帝就在伊甸园就给他一条诫命，没守住，一条没守住，叫你守10条能不能守住？甚至更多的条能不能守住？啊，亚当，你不要忘记亚当是无罪的，去守一条没守住，现在你已经成为罪人了，现在就守10条能守住，能不能守住？守住硬守，守住硬守，行不行？有这人呐，那叫逞能。
什么叫蠢人呢？啊，你们听没听过这句这个词啊？逞能这个词，听过没有？什么叫逞能？没有能，硬在那逞能呢？啊？逞能啊？啊？不是瞎子假子装假瞎子，没有能，硬在那逞能。穷人咋呼舔腰巴肚的，你不富这些硬装，有没有这样人？把腰往前舔，他这肚子还是挖的，是不是？这叫穷人咋呼？哪个咋呢？咋？哪个咋？咋的咋？啊？鬼咋的？鬼咋的？哪个咋？那个言字。对，就是这样。这有一个，就是宋江那里头有这么一个，那个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把镇关西打死了之后呢，他说你是什么？炸死。有没有这个啊？就有这关系，炸死就装死。你装富，对不对？你装大腕。你装出来的，而耶稣基督在圣经对那些装的人责备的话语是最多的。你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是不是都装出来的？因为你守律法，一个私欲在你发动，你在人前呢，你还得显出我是很敬虔的。你这个敬虔就是完全靠什么装啊？肉体装，这是上帝最讨厌的。你在圣经整本圣经，你看耶稣有没有责备娼妓和税吏？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在整本圣经，你看，耶稣基督、保罗，包括那些人，责备法利赛人的话语是最多的，对不对？对。你这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你本身没有善，你就来那硬逞能、硬装善，外面修饰，就修饰这个肉体，叫人看见你良善。你没有善，你就没有善呗。你就承认没有善，这是最谦卑的人。没有善还不谦卑，就硬逞能在上帝面前装善，对是不对？对，这样人不是有罪的，而是有祸的。耶稣称他们为地狱。装出善能进天国吗？进不去天国往哪去？你现在有没有装？啊，你看好了啊，你看谁装啊？看谁装？上帝今天就看谁装。你装的越像，将来上帝审判的越重，你听懂吗？像是不是呢？像鼻子短，对不对？那鼻子短就不对了，你外面装像的。对呀、啊，猪鼻。但那鼻子还是短的，你再插两根葱，那个葱它像代表象牙，是吧？插两根葱，完了是装象，但鼻子短不短？短呐，那鼻子还不行啊，身量是够不够？不够。哎，那猪的身量短，那象大象多大呀？这就用装象。所以上帝不愿意叫人装。耶稣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竟装善，你外面洗净被他的外面，你看这教会现在洗什么？这边手里拿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就犯罪？办完罪了，用耶稣宝血洗这洗，洗什么洗也洗不净，去洗肉体去了，洗的地方都不对。耶稣宝血是洗心，他给洗什么？洗肉。”对是错？错、啊。圣经明明那么证明的，他就不听圣经的。你爱怎么说你怎么说，你爱怎么说怎么说，这是跟以色列起初在旷野一不一样吗？一样。所以以色列怎么在旷野被你今天的教会中间，有许多人在旷野中间被你顶撞死，这些人简直心里迷惑，竟不晓得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神真道，都在假道。他信的全是假道，不是真道，因此把众弟兄姊妹全都带到假道中间。所以那些假的把我的百姓，这些牧者把我的百姓引错路了，引岔路了，都掉进沟里，把你丢到污水的旷野中间，叫你现在掉过掉到安息之地了。上帝叫他百姓进入安息，对不对？人使之，人动力就不能得安息，神动力就得安息，对不对？对，人使劲就不用，上帝要使劲，不用你使劲，因为上帝要把他无限的能力显在这个
是在中间，要把他无限的智慧显在最中间，耶和华最有能力，你要不让他显智慧，让他显智慧，你带那动力，那他的力量怎么显？啊？想方设法的跟上帝俩比一下，来，咱俩看谁有力量。想方设法跟上帝俩比一比，来，咱看咱俩谁有智慧。听懂吗？你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界定来了，最有活的，我就什么？什么活了？你可能你以为这是一件正义，但是你守律法把什么挑活了？把罪挑活了。听懂了吗？我咋可能说服一下子服下约会这个不算罪，可能用人眼不算罪，但在上帝眼里这是一大不义，最大的罪，对不对？对。你可能今天大卫那不是大卫，就那个亚伯拉罕娶了夏娃，这件事呢用人眼看着是罪，但在上帝眼里看没定的罪。嗯，你可能是在你眼里看是罪的人，不一定在上帝眼里看就是罪。你听懂什么意思吗？当一个人不在律法下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不被上帝纪念，他就做的不好的事情也不被上帝纪念，他不在律法下。当人在律法下的时候，他可能做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都被上帝定罪，自义是不是？自救、自己、自高、自大，自己彰显自己，对不对？自己荣耀自己，自己树立自己，就在示拿地建了巴别塔，这上帝也不讲理，就在示拿地建了巴别塔呗，能怎么的？这也没干什么坏事啊，也没杀人，也没放火，也没偷人家，也没抢家，也没骗人家，就建个巴别塔呗，能怎么的？上帝要看人做事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要在示拿地建个巴别塔，来树立自谁的名望啊？树立谁呀、啊？高举谁的名啊？你看这件事情大不大？你可能认为这不算个什么事，建了巴别塔，最后上帝就拆了，是不是啊？就变了那口音。亚当夏娃就在吃个分别三样树果，就像我们今天吃个苹果一样，能咋的？那涉及到预言的问题，你看没看到？啊？那神也不讲理呀、啊！那亚伯拉罕做那么多坏事，一件事也没被定罪，为什么就建造巴别塔就被定罪了？为什么亚当就吃了分别三个树果子就被定罪了？可能不合乎你的情理，但是我告诉你，绝对合乎上帝的真理，对不对？对对。你想不通，但上帝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警告所有世上那些守律法的人，你以为他们不想好好的敬畏神吗？他们想好，方法错没错？方法错了，方法错，那结果就是错的。上帝给你的方法，你不照上帝的方法做，那就是罪。听懂吗？罪不一定你干的坏事就叫罪，就是上帝给你的方法，你照着这个方法做。上帝说，按照叫摩西建造会幕，都是按照在山上指示他的，是不是？那个尺寸去建，不是按照尺寸建的，那就是罪。听懂了吗？你做了一件事情而被定罪。摩西在希伯拉以外娶了古实女子，但上帝没定他罪，别人去定他罪的，米利亚和亚伦去找他毛病，最后呢米利亚脸上长个大麻风的，对不对？叫整个以色列停止了会幕，停止了多长时间？7天没有走路。听懂吗？但摩西如果他见到会幕的时候不按照在山上的样式只是他的样式见，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摩西今天上帝叫他第一次击打磐石，第二次叫他分红磐石出水，对不对？他现在不去吩咐了，第二次因为跟以色列闹情绪，对不对？发怨言了，以色列发怨言，最后他的对以色列说话，岂是我叫磐石出水的吗？最后呢拿着杖带着亲人去击打磐石，表明把耶稣两次钉十字架。你听懂了吗？人说这打一下磐石，磐石预表谁？基督。你打磐石打谁？打基督。打基督代表把基督定了两次十字架，是一件好事坏事？坏事。所以主说，我只能叫你看一下，你只能看一下，但是你记不记下？叫你看一下，来，你看一下。
你今天击打牌时你说的急躁的话，在以色列民面前没有作为的，是不是啊？是的。那么现在我上帝已经把我带到新约了，我们又反骨，什么意思呢？我反了，我明明在新约里头，我反骨，不要不守新约，去进到旧约里去守旧约的地方，你是在违背上帝的旨意，你听懂吗？这就是罪。什么叫罪？上帝跟你立的约，你把它扔在一边，你不用去遵守这个约，你去遵守别的约，就是罪。比如说今天啊，政府跟我们立什么约呢？要占这块土地，要占这个房子，现在就跟我们签订这个协约了。原来签订这协约，给这个院子给多少钱呢？给10万块钱就买走了。后来呢，决定了要另立新约，另立什么约呢？要把给这个院子要占，就给500万。现在签订两个协约，第一个协约多少万呢？十万。现在有多少万呢？500万。10万和500万哪个多？500万。现在呢？你到哪个？现在你又照第一个，又照第一个，又照第二个，可以不可以？可以。你说那怎么叫啊？有人说这个新旧两边得平衡啊。他说的平衡是什么？也照。旧约，旧约也照，就给平衡了。他说律法和恩典都得平衡了。什么叫平衡？就是我们今天得守一半律法，来信一半耶稣，一面守律法，一面信耶稣，这叫平衡。他就得来个这么平衡。一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行为和神的救恩也要平衡，神的一半救恩，下面我们就得加上我们的行为。对是不对呀？对。咱们上午讲过了，神救了我们脱离极大的什么死亡，这是第一个救。第二救，现在我们他还要救我们，对不对？我们指望将来的还有救，对不对？这三个救都是神主动救我们，没有一个是自救的，对不对呀？对。那你现在变中从中间变节了，这一个我们需要自己自救，行不行？不行，或者是最后一个升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升天，行不行？行。或者复活的时候，不要主叫我复活，我自己复活。你现在有多少人自己在那活，使劲活着，他却忘了这个活是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活，是的，不是我自己活，对不对？对。现在不用了复活的，不用死你复活，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受洗归入基督的死，表明我们就相信和他一同复活，这复活的生命在我身上展现出来，这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展现出来，展现出神复活的那个形象，从死里复活的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而他不要这种形象，要自己来那使劲活啊，我要活啊，我使劲活，咬牙切齿，跺着脚的活，怎么也没活出来，越活越活出什么？对，什么活了？对，他要靠守律法，守什么活呢？对，当你守律法的时候，不是你活，而是谁活呢？对，这里边讲的很清楚，当你守律法是罪就活了，你就什么？死，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当你不守律法的时候，靠恩典的时候，那时候罪就什么？死，谁活的？我活了。那你选一个，你选啊、哦，是罪活。我把我杀死，还是我活？罪死，把罪除灭，好不好？就看在哪，在恩典下，从神生的罪活，我死，我就我活罪死，对不对？在律法下的，那现在我就靠恩典，这时候罪就死了，我就什么？你自己选一样啊，你自己选。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的眼前。”你们要拣选生，不要拣选死。有的人就去拣选生，好好活，拣选。途径错没错？途径错没错？错。好好活，我自己好好活着，好拣选生吧。你看有多少人误在一个误区里头了？都是自己在那活，怎么活呢？守住啊，谨守、死守、板住、装住、装好了，装像，装的越像呢，
越正经我活得越像。我活得像神，是不是神的儿子呢？不是。别重生，重生的不好，你就自己在那活，靠什么活呢？靠你这，靠这一个人活，使劲活，努力活，是吧？咬牙切齿的活，跺着脚的活，勒紧裤带的活，都死了。那天咱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就讲到，王大为前妻是六几年饥荒了。60年是不是？我们不懂，我们也不知道，也没经历到。听他们讲，像讲故事似的。说六零年，国家好下一个命令，就是勒紧裤带，还清外债。勒紧了吗？使劲勒，里面没有饭也得饿死啊！对不对？那也死的人，比整个战争、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杀死的人还多。神经叫你看的，你自己不死，你不勒紧裤带吗？那叫逞能，听懂吗？勒紧裤带饿死啊！叫啊，那是救命吗？你不吃饭就死，你不喘气就憋死，不吃饭就饿死，不喝水就渴死。上帝给你的恩惠，阳光你不接受你就冻死，对不对？土地你不占这个土地，抛到宇宙空间你就死，因为你没有吸引力，没有这地球吸引力，你就得死，对不对？上帝给你所有条件，你不去接受，你就是罪。罪的结局就是什么？他给你叫你去做的，肯定是对你好。不叫你知道什么叫善恶，好事坏事。今天新约的不叫你去守律法，好事坏事。不叫你守律法，怕你知道什么叫罪，怕知道罪的，就你知道罪的，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杜绝罪，对不对？没有办法去制止这个罪在你身上发动，因为一守律法罪就活了，就把你杀死了。你要不守律法呢，罪就死了，你就活了。你要哪个？啊？你要哪？你说我愿意罪活把我杀死，那你就死，你自己自死，对不对？找死，咋都能减分。对不对？晚上就出去捡粪去了，那就得打个灯子，打灯子到这来干什么？有多少人找死啊？那律法不能守啊，那一守非死不可呀！一守律法，罪就什么发动？那个律法就像把罪挑动起来那个机器发动机一样。你听懂吗？它是个发动机呀，它能把什么发动呢？能把罪发动起来。用律法来就把罪就发动起来，罪一发动起来，罪就把你杀了，你就没有办法要想靠守律法达到一种标准套神的习惯，没有办法。所以上帝才借着耶稣基督另立给你另外设立的救法，那耶稣基督设立的救法能把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另外一种方法，是吧？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要不要叫他除去你的罪孽？要。耶稣怎么除去你的罪孽？是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现在律法咒诅不在你身上，在耶稣身上，又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叫你没有律法，好没有过犯。听懂吗？所以这就是什么主救我的方法，主救我的方法，第一替我承受律法的咒诅，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律法就是来定罪的。但今天呢，律法不是诚意的啊，你靠守律法没有一个人诚意的，律法不是叫人诚意，律法乃是叫人知道什么叫罪。听懂了吗？律法叫人知道什么叫罪，那我知道什么叫罪我就死了，不用我什么也不用做，我就知道什么叫罪，这罪就把我杀死了，对不对？那我现在需要知道罪呀，还是不需要知道罪？不需要。上帝说你不需要知道什么罪，所以他说你若不回转，像什么呢？小孩子，你天天对那个正在吃奶的孩子，你就说你这孩子你天天犯罪，你为什么犯罪呢？你吃奶呀，你自己不劳动，你去天天吃我奶，就说你就是罪，你给他定罪的，对不对？他懂不懂什么叫罪呢？你使劲揍他，掐他，是吧？直接掐他，使用一个手掐死你。
你怎么在拉屎呢？怎么在往那个鞋垫上撒尿呢？你说这是罪呀、啊！他懂不懂？我懂。说我现在给你判处死刑，他懂不懂什么叫判处死刑？他不懂。你使劲打他，打使劲打。最后呢，你把他弄死了，国家来找你算账。他可以撒尿，他可以拉屎，拉屎，但是你不可以把他掐死。听懂了吗？你把他掐死，上帝就把你掐死，听懂了吗？你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那个犯者，因为他不明白，你去掐他，你去把他弄死去，上帝就要制裁你，你听懂吗？国家的法律都制裁你。听懂什么意思吗？没有律法者，犯了律，犯了罪的，你不可去论断去，你也不可去定罪，你定他罪，上帝就定你罪。有没有这么说过？是的，是的。有没有？有。我编的，是圣经这么写的。是的。你看，犯者在上帝的刑法之外，去论断者在上帝刑法之内，什么意思？啊？犯者可以犯，但是你不可以论断。明白什么意思了吗？犯者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可以对这件事情论断。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听懂？因为犯者不在定罪的范围内，听懂吗？犯者不在律法范围内，是不是？日本鬼子到中国来了，就找中国人的毛病。你为什么犯了我们日本的交通法？因为日本的这开车的时候和我们中国开车不一样，所以他就到你中国的交通警就到中国来罚款了，挨个找毛病。你看到街道上有一个人违反了日本交通法，就在中国就开始找毛病。现在你不用说话，中国的政府就出现就干预这件事，你信不信呢？对呀，因为他这做这件事情就直接的在藐视中国的交通法，你听懂了吗？藐视中国的国权。是不是、啊、他到中国来定我们中国公民违反咱们日本交通法？那你要中国就问他，那我的国民是在我国家，是在你国家，是在你日本，是在我中国，在我中国了，他这么开车正常，因为我中国的就是右侧通行，对不对？那你日本不是那样，你能找中国的毛病吗？你能把你自己日本那个法律能实行在中国吗？好不好使？好不好使？不好使。你日本有日本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所以今天你在中国人，你不要总担心我能不能违反日本的交易法，听懂了吗？所以你不在他的范畴之内，这时候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也任何人无权干预。日本来干预了，中国人就定日本为有罪，听懂了吗？有的人还听懂。有的人还听懂，不是你们法院听得住的那件事，住的这官方的，听懂了？你没在那个国界，没在日本的国界，日本管不着你。你听懂吗？对。这时候他违反你抬手，抬手就拿枪把他崩了，能不能犯法？不犯法。不犯法，听懂了？听懂了什么意思了吗？啊？现在主权在你手里，不在他手里，对不对？好。一个小孩正在吃奶，或者正在往那街垫上拉屎撒尿，正不正常？现在有一个人说那孩子太污秽不洁了，怎么往街垫拉屎撒尿？有一个人去了，把那孩子给掐死了，被四五个人看见了。你说这个人得不得枪毙？得枪毙呀、啊！他拉屎撒尿是正常的，法律没有权利干预他拉屎撒尿，你也没有权利把他杀死，对不对？这就是耶稣说，你为什么要回转向什么？小孩子。你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你不回转向小孩子，你就在哪一下？在律法下，在律法，律法就叫你知什么？对。知罪了之后呢，你就天天感觉到自己有罪，感觉到自己现在还有罪的举手，我看看来。举啊！怎么不举了呢？怎么了？因为我们的良心已被洗净了，不在律法下，律法也不提醒我们天天，不提醒我们有罪。那么那些知道有罪的人，谁告诉他的呢？
律法本身叫人治罪的，对不对？这律法告诉他有罪，表明他在哪一下？律法以下，对不对？对，这就是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他想方设法要靠自救，犯了的罪就得自救，不自救呢，他就怕这个罪能把他杀死，对不对？而我们今天不用怕罪了，因为我们过恩赐大于什么？过犯，上帝不救罪了，不纠察罪，不算罪了，对不对？对不对呀？对。敢肯定吗？敢。敢确定吗？敢。敢咬死吗？敢。看谁的？看谁还变？还在这翻转啊？还谁转轴子？什么叫转轴子呢？有的人呢，他就转轴子。那过去那个汽车呀，那个轮子，那个里边有一个驱动轴，对不对？你看那驱动轴是在外面能看见，现在那个车都看不见了，驱动轴都看不见。那驱动轴是带动那个轮子，它驱动轴不是一条线的，是不是？它一转，这么转，那车轮这么转，是不是？那驱动轴一发动着这么转，看没看到过？是不是？然后那车轮子是怎么转呢？朝前转。他转来转去还转原来那个地方，对不对？他怎么转就转原来的地方。但今天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信仰，不要这么转走，好不好？总转到原来的始发点。你听懂什么意思？圆规在固定一个点的时候，完了把它定好的时候，这圆规怎么画都是走原来的路线。听懂了吗？我们的信仰不是走原来的路线，我们信仰耶稣叫我们望着标杆直跑，对不对？对，直跑才能到终点，算他总有永远是个圆圈的。你的信仰是个圆圈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哪里守的？在律法里守，他的信仰永远是圆圈的，这叫自救法。他想方设法要守住律法讨神喜欢，是不是自救？他想用这种方法来讨神喜欢，想自己，想别犯罪。你一说不守律法，那不守律法就随便啦。你看这个人说这句话的人，表明他明不明白真理。你不守律法，这不就随便了吗？你看他说不随便，就是我今天靠着守律法，好不随便了。他依靠的律法错没错？错了。那我们今天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就是，不靠律法就是。哪个对？这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靠自己守律法想进天国，努力讨神的喜欢；另一种呢是今天我不靠律法了，我今天完全靠恩典，别靠自己的救法，乃靠主来救我，好不好？好，一点也别靠自己，圣经是告诉一点也别靠自己的智慧，不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主的灵方能，是，好不好？好。今天上帝给你做成了这么大的救恩，谁要忽略是怎么逃罪呢？在上帝看你忽略救恩的时候，叫你没办法逃罪，对不对？你一旦忽略救恩的，就没办法逃罪了。但你不守律法，上帝说这不守律法，你不在律法下，不守律法也不定罪，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这句话？不守律法的，上帝就不定罪；不在律法下，犯罪也不定罪。有没有？有。罗马书2:12。还有罗马书的5:13，还有罗马书的7:18，都是这么说的。7:20，没有律法罪就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哪里没有律法，那你就没有过犯。这是罗马书4:15，对不对？对不对？这些经文都特别特别关键。罗马书2:12说什么？没有律法，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那在律法以下犯了罪，必按律法受审判，对不对？对。这就是你今天。要借着守律法的途径去救活自己，还是要借着靠恩典？一点不靠自己，上帝把恩典白白赐给我，这两个途径你要哪个去？这是撒旦误导你。你看你这样，你不守律法能讨神的喜欢，那不就随便了吗？好好规定自己的行为。撒旦把以色列全会众全部杀死在旷野，就借着什么？叫他去守律法。今天照样把要想把上帝的百姓全部杀死在旷野中间，借着什么？借着去守律法，他就误导你，叫你靠守律法，用肉体守律法。律法管人现在活着时候，我们今天不活着不守律法，对不对？我们今天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不再活着，
活着不再是我的，用不再是我的方式，用基督的方式来活，对不对？不再是我的方式活，他叫你是我，叫你靠肉体去活，靠肉体手里法是自己在活着，听懂了？我这不重复了啊！靠律法手里，靠肉体手里法是自己活，靠恩典不守律法是主在活。听懂了吗？用哪个方法？抓着自己的头发进天国是自己救自己。今天耶稣基督来，把我们提到空中去了，把我救到天国是主救的。你要哪个？我上澳大利亚，有的人去撸狗刨去，靠游撸狗刨，没等撸个半天累死了，还没等撸到一波不养鲨鱼把它吃了。你以为那孩子有那么多的动物是干什么的？这边你看见他能在这里游，你游不了，你信不信？一个鲨鱼可以搁，一个鲸鱼可以搁这个中国一直游到澳大利亚，不费劲。你游半天累死你，呛死你，灌死你，鲨鱼把你吃的，把你进变成鲨鱼肚里这个食物，你信不信呐？你根本就达不到。那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搁狗刨。还有一条路是坐飞机，你选一个。圣经也是这两条路，一条路是自己守律法，一条路是耶稣基督来救我，把你也救我，两条路你自己选一个来。一条路是我使劲，不用基督；还有一条路是什么？基督使劲，不用我使劲，我进入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哪个好？哪个好？用什么方法很关键的？过去你们都用什么方法？用方法，是不是啊？上帝最讨厌的是自己立的功，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是不是说不在乎啊？他不在乎，你也不在乎。他不在乎，你在乎了，上帝就定你为有罪。你听懂了吗？你为什么定你为有罪？因为他不在乎，你不在乎。即使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你去在乎行为。你看这行为不好，你就论断这个论断那个，你在乎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在乎过自己？啊，在没在乎过自己的行为？天天这行为得好好守住啊，把住啊，别犯了。说不犯的人，等不等于他不犯？啊，白人教多，早晨教多啊！你保守我心，白天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教没教多？晚上跪在那个地方，跪在那个洗衣板上，就开始痛苦流泪的认罪，犯没犯？教完了怎么还犯了呢？教完应当不犯呢？教脱完了应当不犯才是对呀、啊，证明主保守他。但是这一天下来了，他天天都认罪，没有一天不认罪。你注意看，在律法下的人没有一天不认罪，谁叫他知罪的？律法叫他知罪，他知道罪之后呢，他怎么处理？是叫他罪行灭绝，不再再继续违法了，叫他罪行灭绝了，他不能，他是认罪，给这肉体认罪，洗一洗，用什么方法？罪行灭绝，是罪行灭绝，不要让他再做罪之奴仆了，还是用宝血洗一洗？罪行灭绝。从前洗没洗过？洗过，不洗过。从前跪没为肉体献赎罪祭？献过过。这赎罪祭是给心灵献的，是给肉体献的。肉体献的。耶稣的救恩是我们灵魂的救恩，还是肉体的救恩？灵魂的救恩。看好了，圣经就有这经文，不是我说的，做的是彼得前书就有，灵魂的救恩，不是肉体的救恩。教人活的是什么？肉体身上。现在多半救都是救哪个？肉体。不是救哪个，你越想救这个，上帝越在你的肉体上做。越想救这个，上帝越就统一统一你的肉体，看你的肉体什么样。你越不想救这个，上帝就不在，这时候就不动你的肉体。你越想救，上帝说你一定要放你。你听懂了吗？有一个人不是没想救，说肉体就是神的殿，这肉体呢就是圣的，这肉体啊就是他在地上荣耀神，上帝今天在他倒下，现在倒下一动都不能动，你听懂了吗？这就是耶稣说的话，必要应验的，凡要救自己生命，必要放你。我现在不救了，我也不靠肉体了，我也不去守去了，完全进入安息了，听懂了吗？完全一点都不靠自己，听懂了吗？这是神的旨意，他的旨意不能拦阻，听懂吗？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靠自救法，别救，好不好？越救越有问题啊！不是你救你，是主救你；不是你信你，是你信主。听懂了吗？听懂。不是我自己活，而是主在我里面活。这是圣经全都给你找到的经文。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对不对啊？对。那你活的方法错了，那工具用错了，我自己活怎么活也不像，对不对？你自己活就得守律法，守律法还守不住就是装，在人前就得假装，对不对？就变成了第二个法利赛人，变成假冒伪善人。耶稣怎么定法利赛人人为有失有祸呢？那今天凡装的人都有什么？要福要祸，要福怎么来？神一出口就是产业，田地是产业的意思。这人他一出口说话，他是产业的。当你相信了这个和谁有关系，都是尸骨旁。尸骨旁代表什么？一个祭坛面下面有三条腿，是石头立的柱子，上面放着羔羊，是不是啊？把羔羊宰了，和这鸟献祭，这叫祭坛。所以呢，祭物的祭呢，越是肉的意思，凡和肉有关系都用越，对不对？上面放着羔羊的腿，下面放指示的是，这叫念什么？祭，祭坛的祭。你要想得福呢，你就接受神口里的祝福的产业，对不对？你就得到祝福。那你要不要神？口内就是什么话？你信不信？你说我要吉祥，我要得真正的福，我要有真正的从主那里来的真正的福气，我要吉祥。那吉祥是什么？必须不能越过耶稣基督所上帝所宰杀的那个上帝那只羔羊。听懂了吗？啊，听不懂就拉倒。听懂了就蒙主，听不懂活该。好了，咱们休息，一会儿来听你的话。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天的聚会。借着聚会使弟兄姊妹更加的明白，我们不要靠着自救法，乃要靠着主救法。因为主要救我，我要靠着主被主所救。因为主救了我，脱离极大的死亡。我们指望他还要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更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立定了他自己的旨意，他在十字架上做成了宏伟的救恩。今天我们忽略了救恩就不能陶醉，因为这救恩体现给犹太人，但犹太人弃绝了这救恩，因此救恩临到外邦。我们今天不是效法犹太人，乃是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效法他们所倒闭在旷野中间没守住律法，我们是不效法他们靠守律法来成义。因为你说那些外邦人不追求律法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犹太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主啊，今天你爱我们，你今天必要引导我们能走出这一切的困境。要众多的弟兄姊妹都从律法中间走出来，都从自救中间走出来，使我们接受你丰富的恩典。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是恩上加，因为你不弃绝你自己的众百姓，你必要叫你的众百姓都能明白你救恩的奥秘。你这奥秘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理学来抵挡你自己的真理，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抵挡主你的方法。因为今天你救人的方法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死，也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谁相信谁就得着，谁不相信靠自己的立功之法死定了。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引导这里的教会，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将得救的数目加增给你自己的教会，哪怕我们出去收割庄稼，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人太少，就求你拆解我们的脚步，给我们在前面趟平前进道路上一切的障碍物，使我们今天每走一步都得到主你的祝福。走到哪里，主你就祝福到哪里。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祝福，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使更多的人都能归向你。
把他们领到正路上来，叫他们从黑暗里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叫他们借着信心得蒙社会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求你赐给众多人信心，赐给众多人恩典，把来到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按照你自己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这些众儿女都能改变形状，都能从要改变一个天上的形状。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回家的路上得蒙你的保守，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来给我们祝福，应允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好。